男孩沉默时，眼神清澈。喜欢一个人，持着单枪，酒喝的比人多，烟抽的比人浓。没人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。女孩造型总千奇百怪。知道你，那你都不回家，然后你妈现在每天都打电话来叫我回去吃饭，然后一下跑到这么远干嘛？你还记得你18岁的夏天吗？记得，我刚从印尼回来，然后就自己来花莲，然后就找了个便利商店打工，生存吧。那年夏天，你在便利商店打工的时候，你有碰到一个女生，你说那个女生跟学妹有一些类似，是哪里类似？脑袋瓜子，或者是想事情。提的问题会让你那么一下，我觉得啊，金鱼是全世界全宇宙最美的鱼啊。你应该知道金鱼不是鱼吧？金鱼为什么不能是鱼？然后会让你对生活有另外的思考。我可能打卡，我男朋友就知道我在花莲了。其实很害怕，其实有几次有那个可能，可是又不想改变现在很好的关系。对自己还没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跟勇气去，就是可以能够去得到一些什么，然后所以很多东西就会放在想象里。那那些想象会不会被实现？它也许可能会是被实现的一种动力。然后可能会突然间我会想要做这件事情，我就做这件事情。我想要拥有的更多，我就会表现出来，比较没有办法隐藏自己啊。12点钟比较远的地方，我们已经陆续看到我们金城朋友的身影了。他有女朋友啊，而且应该他对他来说也只是一个小游戏吧。我也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喜欢他。好，那待会我们的船只呢，会再接近他们到一定距离的时候。不管是在人跟人的关系上面，还是跟风景，还是跟物品，我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，就是蓝蓝的。然后有一点危险，晕眩，蓝蓝的危险的，很晕眩。青春对我来讲就是残酷又无知的样子。我只有看到我想看到的，所以在这之后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，其实既令我害怕，又让我有点兴奋。对啊，
其实我有礼物要送给你。怎么可能？真的。你又不知道我今天生日。真的。真的。真的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真的，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。什么是爱？怎么去证明爱？爱在哪里？有没有一个形体看得到？这其实他说什么一点都不重要，就只是想要听到他的声音。要说话，我只要听到他的声音，都会觉得很熟悉，然后很安抚我。宝女，おやすみ。醒着吗？睡着了。那你想不想？你会觉得那个学妹就是跟那个女生，18岁夏天的女生，是同一个人？可能他们是同一个人，可能。可是因为我跟我的18岁已经不一样，所以他们应该不是同一个人。后来为什么没有跟那女生在一起？她不见了。不见了，所以可能是这个不见让我在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就突然有一天，我跟他说，我其实觉得想要休息一下。
做点我想做的事情，对。但我不知道他理解的程度，他，因为他好像有一点来不及反应。学长，是什么关系啊？张开眼睛，过了好几分钟之后才确定自己原来是躺在民宿的床上。我猛然坐起来，发现整个房间就只有我一个人，行李、背包、皮夹和茶杯摆放的位置全都和昨天一模一样，没有丝毫的异状。我觉得自己的头隐隐发疼，可能是宿醉，但昨晚我到底怎么从床上回来的却一点也想不起来。忧郁的海面，而以南就是阳光夏天，蓝蓝的太平洋。而如今我的火车正在这条黑暗的隧道里，眼看着就要出去。这一回我是从南向北，火车哗地冲出隧道，阳光消失不见。金鱼真的，我知道夏天已经被我永远永远地留在后面了。温州之鱼，荡如湿水，则置于蝼蚁，于其居也。今鱼就是鱼。